第三期韩综引发的新闻是一部在今年上半年霸榜热搜数月的 Heart Signal 2， 节目中产生的情侣郑在浩、宋多恩交往五个月后于上周被曝分手，女方的经纪公司火速确认消息属实，无数韩国追踪狗扼腕叹息，爱情是如此脆弱吗？非也，是大家都敬业他有职业操守了。 Heart Signal 2作为一档号称素人加真实加交友的节目，实则是在韩国电视节目制作体系中极其有韩综特色的案例，其在深度剧本化且不被观众察觉方面的造诣可谓登峰造极，秘而不宣的绝技自然是编剧及选角，成果当然也很喜人，收视率话题度居高不下，参演者瞬间爆红，该品类也成为业界认可最有效的素人造星新模式。比节目更梦幻的是出演合约，除了常规的保密条款之外，播出前后对出演者之间的关系也会有所限制，出演者得名获利，制作方刷新业绩，广告主成功折现，大家高高兴兴的相聚，漂漂亮亮的录完，平平和和的结束，尽职尽责的将所谓真实现身的浪漫故事演绎到最后一秒。对此本乎只有三个字，与大众理解的概念不同，节目制作领域的真人秀的真是让大众感受到的真，是被允许适度操作还原的真，本质上这毕竟不是纪录片，只是韩综对操作的尝试，步子迈得比较狠比较大而已。